颁奖典礼29日盛大举行，其中最让网友期待的就是二代女团 Kara 时隔7年的重返舞台。最近回归的她们发行15周年纪念专辑，首个舞台就在妈妈登场，女神气势已经出来。先前新歌预告中有为了已故成员具荷拉留下的空位，这次登上妈妈表演前的回顾影片，放出了 Kara 当年的点点滴滴。看到具荷拉的身影，也让粉丝一秒鼻酸。而 Kara 一登场，后辈们立马起立致敬。一连3首经典歌曲 Looping、 Step、 Mr 掀起全场最高潮，明明都是欢乐的快歌，却超级催泪，网友直呼真的是看到哭，熟悉的旋律一出来鸡皮疙瘩狂冒，尽管是时代的眼泪，但每个成员还是美翻。也有人感叹如果荷拉也在就好了。而同为二代团的少女时代成员 Sunny 也发文应援，拍下照片并写下 Kara 赞，非常漂亮又帅气又闪闪发亮，很开心也感到很尊敬很自豪，很谢谢也很想念。